继续前进。 这到哪了？这是将军庙。哦，我是好面熟呢。3年前，咱们不就在这个车站跟日本鬼子干了一仗，消灭了他1000多吗？对了，咱们到了山东了。嘿，咱们两条腿可真行啊！刚才还在江苏，一下子就到了山东了。哎，啊，你记得不？再往前走，过一条大沙河就是陶村了。陶村。 我说刘永贵，这一回你老婆孩子正在河边欢迎你呢。你别扯了，见了他们，我还不知说什么呢。说什么？说咱们天天打胜仗，你该当英雄了。啊，天天打胜仗，天天往后撤。哼，反攻反攻，反到山东，再往北撤，意见多了。焦道员啊，再往北走。 对我可真有点难带啊！是啊，一再讲，还是有人思想搞不通啊。很难呐，解放战争1年多了，咱们尽打胜仗，这回一下子又撤到了山东，这个弯子是难转过来。战士们是有点不服气。嗯，刚离开苏北的时候啊，我也有点。关键还在干部身上。对。 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一连的张连长这几天脸都拉长了。群众的转移和群众的情绪，对咱们部队也有些影响。是啊。
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呀。对。上级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打？后边这路敌人跟了我们有四五天了，让他们跟吧，迟早要收拾他们。哈哈，我们新军可真热闹啊！天上有飞机掩护，后面还有陆军护送，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！哈哈哈哈。班长，上级怎么还不下命令打？后面这股敌人老跟在咱们屁股后头，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。你别急，说不定上级就是要咱们牵着他鼻子走呢。参谋长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大沙河，占领陶村。照这样的速度前进，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陶村，那是有绝对把握的。不过，军座，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，在没有按照共军的脉搏以前，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。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，共军向来是以多胜少，则弱攻击。现在我们重兵逼近，使共军无懈可击，只有放弃苏北，败退山东。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，给他一个全部歼灭。陶村吗？是啊，三年前打鬼子我负了伤，就住在这个村赵大娘家里。那个时候我的伤很危险，多亏了大娘和她的闺女照顾。好，那这回你一定能见到他们。过来了，大娘。哎，您看见村长了吗？玉敏呢？在河边上呢，有事儿啊？是啊，有事儿，我找他去。嗯，大娘，孩子您给带一会儿吧。给我吧，说不定他爹也过来了。哎，这不是老高吗？你好啊，老高。你好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又见着了。你好你好，老高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走几年呢？三年了。三年了。同志，快喝水吧。不喝。哟，永贵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都过来了。都过来了。永贵回来了。回来了回来了。赵大娘。大娘。不认识了。
嗨，你看看，这不是老高吗？是啊，三年不见，您还是那么结实啊。不行了，老喽，眼睛都不管用了。老高，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？大娘，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。哦，那可好，又进步了。这孩子也这么大了。大娘，你闺女玉敏同志她好吗？她呀可忙了，当干部了。打你们走后，去年大选，村上选她当了村长。哦，好啊。她现在在哪儿啊？那不正忙着呢。谢谢村长。村长，公粮都集中好了啊。二妹，二妹。哎，跟你嫂子一块招呼着，把公粮赶紧给队伍送去。哎，大娘，玉敏进步可真快。那还不是你在我们家养伤的时候，天天教他认字儿，讲道理给他听，要不他这干部也当不好。哎，走吧，回家喝水去。走。不了，大娘，我们还有任务，得马上走。老高，不是说前方净打胜仗，怎么你们还往后撤呢？村里啊，有人说你们的闲话呢。大娘，蒋介石啊是秋后的马蜂，横行不了几天了。相信我老高说的，早晚呢我们准打回来。这是谁的孩子？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，打出事以来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。蒋介石啊，不知糟蹋多少人的好日子。是啊，眼前乡亲们吃点苦，坚持住，将来这些孩子就会过上好日子了。这你大娘知道，从土改以后，村里的贫下中农可有觉悟了。报告营长，队伍是不是在这儿休息一下？怎么，很多战士都是这儿的人，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回家看一看？教导员不是给大家讲过了吗？现在有任务，你给大家再解释一下，继续前进。队伍要不往北撤，也没这些事儿，真伤脑筋。到了目的地，再好好的动员一下。去吧。是。报告，团长命令你营停止前进，在陶村待命。什么任务？不知道。停止前进。是。一块儿给村西头的部队送二百斤柴火去。好，柱子走。哎，大妈啊，怎么样，能弄完吗？这就完，一会儿再给你送50斤来，行吗？行，快送来吧。村长，军鞋送哪儿？收齐以后全部送到妇救会去。好。哎，管理员同志啊，天亮以前粮食可以全部集中了。乡亲们太辛苦了。这是应该的。好，我走了。好。
你走你的，我可不拉你。我跟村长上山打游击，不用你操心。孩子你可要带走。哎，你看你光说气话，你说哪有野战军带孩子打仗？给你们做了鞋抹了面，你们一拍屁股又走了。嫂子别难为我哥了，蒋介石要来，大不了再上山砸两斤油鸡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本来嘛。永贵哥怎么样，快弄完了吧？村长放心，鸡叫头遍保证完成任务。队伍上需要粮食，咱们多辛苦点。哎，念完了你也好跟永贵哥多说说话嘛。跟他有什么说的？你看你说的，都三年没见面了，哪能没说的呢？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亚年，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。你看你说的啥呀？再往北撤，我要求干地方去。干地方，没有主力，地方你也保不住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个思想有问题。这些房子、地，哪一样不是咱们从日本鬼子手里流血牺牲夺回来的？说什么也不能再让蒋介石来糟蹋。再往北，我这口气咽不下去。别犯急躁病。打仗嘛，总是有进有退。退？退到哪里是头啊？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，来了跟他干嘛？哎，这个问题啊，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。一句话，相信上级，我们一定能胜利。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呀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区里开会也传达过形势，可是我呀没个水平，一遇到具体问题呀有时就抓瞎了。你现在可是不简单呐，这么重的担子我看你安排得有条有理的。大娘，玉民进步可是真不小啊。看你说的。你别笑话人了，比起你们呐差远了。我就凭一股蛮劲儿办事儿，全靠大伙儿，有了问题大伙儿一吵吵，什么点子都想出来了。这就不简单吗？这就是群众路线，只要有了这一条啊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，什么敌人都能战胜。可是我的工作还没做好，有的人听说你们还要走，情绪上一时半时的还转不过来。其实在我们部队的一些干部和战士的思想上啊也存在问题，老根据地了，又是自个儿的家乡，刚把日本鬼子打败了，蒋介石又要来，蒋介石一来什么坏事都干得出，这心里啊都憋着一股子火。我们也在做工作呀。老高吃点吧。嗨，我当您是给谁忙活呢？我刚吃过饭呢。刚吃过也得吃点，你那会儿养伤的时候你想吃大娘也拿不出来，现在你吃多少大娘也管得起你。好，我吃。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，大部分同志情绪很高，能够领会上级的意图。大家都表示不管什么困难任务，上级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可是也有少数同志思想不通，在底下说二话。说什么？说在北撤他要求干地方去。谁说的？王春还有一班长，继续说吧。
这个村的一些战士回来以后，大部分情绪都不错，也有个别的情绪跌落。哎，真伤脑筋。打仗嘛，哪儿那么随便的？我们想打就打了。好不知道人，你先主持会，我到营部去去。好吧。各班的汇报也是完了，我们大家研究一下，先把我们干部的思想统一一下。抓紧时间再开个会，深入地了解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，对上级的意图要反复讲，让大家讨论一下。我倒担心你们张连长。老张这个人呢，就是一有问题想不通，脸就拉长了，还常发个态度，可是问题一搞通啊，嘿，就跟没事儿一样了。领导上在找他谈呢。嗯，这会儿高营长正找他谈呢。现在啊，只要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了，问题就好办了。好，我到三连参加他们的会去了。部队在这儿进不进，退不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。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，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。现在已经有不少战士整天愁眉苦脸，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，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。只要我们的思想搞通了，问题就好解决。从苏中到苏北，从华中到山东，我们仗仗都打胜了。我不懂，为什么还要大踏步的向北撤？为了更多的歼灭敌人吗？打一仗就走，打一仗就走，这种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。是啊，我也想今天晚上打个冲锋，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。可是不行啊，同志，我们现在是小米加步枪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。从全局来看，我们现在一个人要对付五六个敌人，这几个困难，这就不允许我们痛快。所以我们每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由弱变强，彻底的战胜敌人。我看呐，是打了几个胜仗把你的轻敌思想给打起来了。可是战士和群众的情绪，上届应该考虑考虑。群众的觉悟很高，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，问题呀，是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们。作为一个指挥员，要善于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。你呀还缺乏这点，抓紧时间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一下，说不定马上会有任务，师部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同志们，我们要在大沙河这里打一仗。注意，我们要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子来打。对，要打出个样子来。现在敌人已经把咱们当成了主力，那咱们就应该像个主力的样子打个硬仗。这个阻击战打得好不好，直接影响到我们北上大军的行动。我们多迟滞南路敌人一天，就给我们北上主力多一天时间，这关系到整个战役计划的实现。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动员一下。战士们早憋坏了，一说打仗工作就好做了。哦，
那我们要是还转移呢？问题是，要使每个干部、战士都能够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。解放战争打了一年多了嘛，我们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，在全国各个战场上，西北、华北、东北都打得很好嘛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完全彻底地歼灭了敌人正规军67个整旅。毛主席说呀，要是歼灭敌人正规军到100个旅，形势就要起大的变化。过去敌人搞全面进攻，兵力分散，吃了苦头，现在他改变了战略，来了个重点进攻。那我们呢，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还是打运动战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这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撤向山东，敌人错误的估计我们是向北败退，可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，这就成问题了。同志们，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，我们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打烂。这次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路跑得多一些，仗要打得大一些，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要拉得更长，跑得更快。同志们，我们不是喜欢跑路，可我们要是这也想要那也想要，那就等于背上许多包袱，势必造成兵力分散。我们现在是收拢五指，把拳头攥起来，而敌人呢，他站的地方越多，包袱就背得越重，战线就拉得越长，拉得越宽，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，不断地歼灭敌人。像这样，同志们，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，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。同志们，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办事。现在的敌情是，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，分陇海、津浦、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，企图逼我们和他决战。南面的敌人以18个师分3路齐头并进，这中间的一路是他的王牌军。北路敌人在交际线上集中了7个师，由北向南压过来。现在北路这股敌人已经进入沂蒙山区，这一路敌人战斗力比较弱，又远离交通线，处境孤立。毛主席指示我们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，道理就在这里。不过仗打得好不好，能不能完成任务，还要靠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啊。就像毛主席说的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。这次在大沙河的阻击战一定要打好，我们既能把敌人牵着走，就能使他停止在这里。据侦查，共军在大沙河一线构筑工事，看来决战的形势已经成熟。委座十分重视这次战役的成功，要我们同心协力，把华东、山东的共军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南。过去一年，各个战区迭次失利，检讨起来，主要是我们所采取的全面进攻，使兵力过于分散，共军能够集中兵力，各个击破。此次委座决心改变部署，在华东、西北两地实行重点进攻的方针。
若是我们把华东、西北两地区的共军肃清，那么我们不消半年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可收复华北、东北，平定共军之乱。所以这次会战意义重大。根据目前态势和具体的作战布置，各位有何高见，请发表。兄弟对这次决战抱有信心。目前华东共军在我大军逼迫下放弃苏北，败退山东，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正是被我消灭的大好时机。华东共军主力不过十几万人，我南北两路不仅在数量上两倍于共军，再加上我军优势火力，足以置华东共军于死地。只是以往作战所以迭次实力除兵力分散的原因而外，主要是有些带兵的长官不以党国为重，临战还图保存实力，欲固不守，见死不救，以致使共军各个击破。为避免覆辙，我认为必须严斥军纪，对作战不利的部队必须严加惩处，以振军威。兄弟说两句。我拥护分进合击、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，但是我们必须认清，华东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，而是主动放弃苏北，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。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而且还要谨慎小心。是的，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，但绝不是畏缩不前。我们拥有最新式的装备，只要每战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，各部密切协作，就不难取胜。宿迁一战要是阁下全力增援，戴子棋也不至全军覆没。这次你们北路的行动就十分迟缓，迄今还不能完全控制沂蒙山区，否则形势早有变化。对对，你说得很对，对历史的教训我们谁都不会忘记的，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啊。这一切不能作为临阵怯战的盾牌。兄弟说两句。兄弟说两句。依我看，两位的见解并无分歧，目前的决战方案我以为是非常英明的措施。华东共军一退再退，已经退到了山东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。各位请看，共军的西面是津浦铁路，南面是陇海铁路，东面是大海，北面是黄河，他还能往哪儿退呢？各位，苏北是华东共军的老巢，抗战八年没有离开过的老根据地，这次被迫撤出，这就说明共军的困境毕露。在我强敌弱、南北夹攻的形势下，华东共军既没有战机可乘，又没有流窜的空隙，共军迫于形势，不得不向我就范。只要各部协力合作，不难置共军于死地。所以，兄弟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。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。我们以往的失败，就在于轻敌右。哼，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。我看既往不咎，作战方案已定，我命令
张军长，率所部明天黄昏前赶到大沙河南岸构筑工事，后天拂晓正面展开攻击。是。两翼部队向两侧迂回，造成包围的态势。是。李军长，着你指挥的北线兵团务必在五日内控制整个沂蒙山区，断敌后路，配合南路大军共同围歼共军主力，不使共军分散流窜。是。委座殿运，此次决战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凡作战有利者给予提升和奖励，凡有贻误军机作战不利者，决按军法从严惩处，不稍宽待。预祝胜利，蒋中正手谕。愿委座好。希望老兄进展神速，我在临沂迎接你。不敢，那是我来迎接你老兄。一言为定，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，并祝你一路平安。我也祝你一路平安。再见。再见。团长来电话。嗯。喂，报告团长，敌人冲锋又被我们打垮了。啊，放心吧，团长。好。喂，要一连。张连长吗？打得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，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。营长，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？等我报告团长以后再决定。报告营长，敌人又向我们发起冲锋了。嗯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好。
好。情况怎么样啊？今天又打退敌人三次冲锋。好啊，你们辛苦了。首长辛苦，首长辛苦。我们在这儿阻击了三天，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。你们这个营掩护各部转移，坚持到黄昏，然后撤出战斗。上哪儿啊？向北450里路，限你们5天赶到。具体任务回头刘团长向你们交代。是。怎么样啊？马上又要北撤，是不是还会有人搞不通啊？要向大家讲清楚，现在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，那正是为了以后彻底消灭这些敌人。至于群众的转移，地方上已经有了安排。还要告诉同志们呢，不要怕跑路爬山，仗会越打越大的。你们要耐心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是。你们必须坚持到黄昏，在撤出战斗以前，派小部队出击一下。师里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，你应有多余的武器，可以拨给敌方一部分。是。拉上去。是。Thank you.
经让给我们大垮了。打得好，刚才师长到前面来还表扬了我们，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全营出击吗？不，转移。转移？对，为了更大的胜利，我们必须转移。有一件回头再提，现在按命令执行。黄昏撤出阵地。是，执行。你们看，赵玉敏同志啊，怎么样，都安排好了吧？区里都布置好了，村上的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去，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打游击。好，丁宝山，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，留给你吧。这太好了，你们拨给区上的枪支弹药，我们村也分到了一些。我们走了以后，这儿就要变成敌后，你们的工作就更艰苦了。不怕，我们有党的领导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。我们一定打回来。家里都安排好了，孩子交给我妈了，我跟玉敏上山去，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。我们准能打回来。大娘，我们走了。天还冷，道也不好走，同志们可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大娘，您可要多保重啊。哎，立刻派人把他屠掉，听见没有？是，赶快屠掉。徐警快进。真倒霉。他妈的你！报告，共军去向不明，我先头部队失去前进目标。共军主力究竟藏哪儿去了呢？谁知道呢？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三天三夜，忽然去向不明，我看其中必有奥妙。
说不定共军又要耍什么圈套。共军作战一向是避实就虚，像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喽。立正！去去去！怎么样？纵深200多里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，除了发现少数游击队以外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。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。共军在这一带顽强阻击了3-4天，忽然去向不明，很值得研究。其中有很大的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。嗯，报告。进来。指挥部急电，10万火急，北线里部陷于共军重围，着你部火速北上增援。我们上当了。北边干起来了。老大爷，那是凤凰山吗？啊，对，在这儿。连长，北边干起来了。好，队伍原地休息。原地休息。营长，怎么北边干起来了？我已经派人到团部去联络了。老大爷，响炮的方向是哪儿啊？离这儿有多远呢？哦，那是凤凰山，离这儿20多里地。哎，我说同志啊，你别叫我老大爷，别看我上了年纪，我也是个民兵啊。嚯，老同志还真有你的。营长，营长，团部已经转移了，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部待命。师长说有5-6万敌人被咱们包围了。什么？5-6万人？是啊，5-6万。5-6万呢？有5-6万呢。嘿，太好了，这下可逮住了。出发吧，马上前进。前进。报告，一团一营奉命赶到。好啊，来得正好。来来，走吧。大家休息吧。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。
咱们在逃村阻击敌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赶到这里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，现在已经把敌人压死到凤凰山下。包围了这么多呀？已经包围三天了，真没想到。没想到可不行啊，作为一个指挥员，必须要善于随时随地判断情况，分析情况。是。我们的任务呢？你们现在还没有任务，原地待命。告诉战士们，好好睡一觉，仗还有你们打的呢。是。哎，咱们任务怎么还不下来？你急啥呀？我说，咱们能上吗？能上，没问题。这次战斗咱们能不能参加？保险能参加。我看不见的。不见的？咱们走了450里路干啥？准让咱们上。那师长给你打电话了。哎，李虎，这个方向可跑对了啊。对，嘿嘿，这450里啊跑得不冤枉。那天也不知是谁一路走一路嘀咕，还唠叨要干地方呢。哎，同志，那是哪辈子的事儿了，看问题得有个发展观点嘛。嘿，这就叫运动战。哎，你看你看，人家俘虏都抓到了。班长，啊，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？大概是其他军区的野战军。反正是兄弟部队，都集中到这里来了，这一下够敌人受的了。看别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。连长，我们什么时候上啊？你们急什么？还怕没任务？咱们连长啊，嘴里说不急，心里比我们还急。你们瞧他脸上的汗。哎，对个活。哎，王春，你们怎么还不上啊？等待着接受俘虏啊？走吧，和我们一块包饺子去吧。你看你乐的，嘿，一会儿我们就上了。等解决了战斗，你们再上啊。哎，同志啊，别忘了，大炮不能上子弹，解决战斗啊，还得靠我们步兵啊。上完了可没你们的份儿喽。好，马上执行。首长还有别的指示吗？好。好，发下去。是。司令员说，南路敌人在向摩天岭增援，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路。这个敌人很狂妄，他果然来了。司令员命令我们，立刻派部队到摩天岭，阻击南路敌人增援，保证北线歼灭战的胜利完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。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了，咱们再把一团一营拉到摩天岭704高地上去，怎么样？好，赵参谋到，你马上写个命令。是。哎，营长回来了。营长，我们怎么样？上去吧。上哪儿？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。我们不参加了，我们要回头向南。向南？嗯。干什么？打增援。哦，不用通知你们就都来了啊。好，我们谈谈。来，
现在，南路敌人增援，已接近摩天岭，想接应北路的敌人突出重围。师长命令我们，要坚决扼守摩天岭，保证全歼北路敌人的全部胜利。师长说呀、啊，我们吃掉北路这一坨，就可以回头收拾这个老冤家。摩天岭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立刻向摩天岭行动。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走，回去赶紧布置一下。黄昏以前，我们必须赶到。离摩天岭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30里左右。两翼部队联络上没有？两翼部队离我们还远呢。不管他，我们必须在5点钟前占领摩天岭，向凤凰山靠拢。是啊。李军长这个人，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。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，也不至于陷入重围。这也难怪呀、啊，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，魄力是越来越小了。哼，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。停车，向凤凰山喊话，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。我是101，我是101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101，101，你们现在到了哪里？你们现在到了哪里？喂，你们现在到了哪里？喂，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，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。请赶快向我们靠拢，请赶。
快向我们靠拢。喂，请赶快向我们靠拢。喂，你们要沉着，你们要赶快向我们靠拢。请你们在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。请你们在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。喂，听到了没有？请你们在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。我们也遭遇到共军阻击，我们也遭遇到共军阻击，请你把手伸过来，向摩天岭突围，向摩天岭突围。报告。军座，指挥部来电，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会合。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命令303全部投入战斗，5点钟以前一定拿下摩天岭。是。班长，北边怎么听不着动静？那就是快了呗。常说响水不开，开水不响。开始了。Thank you.
炮打得越来越细了，一定是我们步兵冲上去了，那股敌人快完蛋了。敌人进攻了，准备战斗。怎么样了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很困难了，我们已经很困难了，请你们顾全大局，赶快向我们靠拢，赶快向我们靠拢！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，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。军长，张军长，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，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。不要慌张，不要慌张。交枪不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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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枪不成。同志们，军机上来。老张，北路的敌人，一个军部，七个整师，一共五万多人，被我们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了。啊！同志们，北路的敌人全部被我们歼灭了！北路敌人全部被我们歼灭了！北路的敌人被我们全部歼灭了！嘿，全部歼灭了！全部歼灭了！全部歼灭了！营长，咱们按照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办法打下去，用不了多久蒋介石就该完蛋了。对，现在啊就该收拾面前的这个老冤家。对，营长，咱们什么时候上来？营长赶快下命了吧。营长，营长，师部电话。喂，高营长吗？告诉你啊，首长通令嘉奖我们，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啊。喂，北路歼灭战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。喂，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住敌
点声。好。嗯，报告军长，据侦查，共军主力正向我左右两翼运动。军座，我们是进还是退？请军座赶快定夺。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孤立，共军向来连续作战的特点，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。命令303、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。是。立刻报告指挥部。是。李军长真是个昏蛋透顶的家伙，这下子我们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了。军座，现在看来，扼守摩天岭的这支共军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目的。嗯，说下去。开始，他们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，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，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。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在我们左右迂回，企图……放心，我才不是那个李军长。情况怎么样啊？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，现在没动静。嗯，敌人是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决呀。你们要不断组织班排小规模出击，抓住敌人。是。走，看看同志们去。好。同志们辛苦了，首长辛苦。好，都坐下吧。这位坐这儿，坐吧。嗯，好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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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志们，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。不行，跟不上北路的歼灭战打得漂亮。哎，不能那么说，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。怎么样，我们从南跑到北不冤枉吧？不冤枉。要是照这样的歼灭战，就是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。你们笑什么？我们笑北撤的时候，有些同志还闹思想情绪呢。哦，是啊，离开了老根据地，总会有点不痛快的。可是为了将来，哎，同志们，将来是怎么回事啊？解放军府。对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。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，按照毛主席的办法，还要多跑路，多打这样的歼灭战，而且要越打越漂亮。同志们，现在敌人在陕北又发动进攻了，胡宗南调动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。这还行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。政委，给中央打电报，让我们去延安保卫毛主席。对，打电报给毛主席。对，打电报给毛主席。同志们，我们坚决消灭面前这部分敌人，用胜利来保卫延安，保卫毛主席。对，保卫毛主席。你们营里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啊？我们还是4个连的建制，现在还有1个连没用上。为什么？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，等出击的时候用上去。好啊，仗给你越打越精了。报告，进来。指挥部急电。
国防部和美国顾问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，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，集结待命，立刻行动。哼，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，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。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，把摩天岭给我炸平。是。打得不对头啊。完全没有目标。赶快告诉部队，注意监视，敌人要跑。不放过他。有什么指示？要我们马上追击。好。报告，敌人跑了。是啊。那我们呢？司令员命令我们追击，不但要追上他，而且还要彻底消灭他。你告诉战士们，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。军座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这一招棋输得太冤枉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也是伪作经常勉励我们的话。在全国其他战场上，我们也同样遭受了很大损失。从这一点上看，我们在山东只不过受到一点挫折，这并不算什么。所以军座不必过于懊丧。这一来给伪座的刺激太大，美国顾问又该说我们无能。这不是我们无能，而是共军太狡猾了。
谢谢你，老大爷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同志，拿着吧。过来，大娘，大娘，给他过来，拿着吧。我说，同志，可别让那帮畜生跑喽。放心吧，大娘，他跑不了了。哎，那帮子畜生可把俺们这个地方糟害苦了。大爷，我们一定给您报仇，您等着胜利的消息吧。哎。叔叔，这是啥家伙？这个是印刷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爆破筒。啊，是爆破筒啊。哎，哈哈，再见了。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，大沙河是一道天然屏障，首长估计敌人一定在这一线顽抗，现在决定就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个军。首长把堵击敌人后路的任务给了我们师，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截断江家庙车站敌人两侧的联系，把敌人这个军孤立包围起来，加以彻底消灭。刘团长，到，你团派一个营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，以突然的袭击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江家庙，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，不让敌人跑掉，坚守到拂晓，等大部队赶到，配合各纵队聚歼全部敌人。是。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，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报告。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，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，我们保证明天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。好，可以，你们马上行动，占领车站以后打3颗红色信号弹。是。张团长，到，你团派一个连马上插到大沙河上游，和游击队取得联系，控制住运河大坝，防止敌人破坏。是。行动吧。友邻部队联络上没有？友邻部队已经渡过铁路了。哼，他们跑得倒快。报告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报告军长，共军大部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。哼，共军的胃口真大，吃到我头上来了，这不是山地。军座，在这条河的上游有个大水坝，这个地形完全可以利用。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，准备炸坝防水。快去。是。我一定要在这里做出一个奇迹来，给南京，给美国顾问团看看。同志们，
左前方是敌人，我们从右面插过去，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。是是，走。又喝到家乡的水了，又回来了。是。同志们，敌人要炸坝放水，我们一定要保住水坝，让咱们主力部队渡过沙河，消灭敌人。走。什么？在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。嗯，不可能。信号弹，联络大部队，还有，命令各连巩固阵地，准备敌人反击，快去！是。
你这个败类，一个团连一个车站都守不住，你这指挥官是干什么的？军座，军座，快执行吧。军座，我为党国立过战功啊，我为党国立过战功啊。军座，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包围。我看，共军的大部队离我们这儿还远呢。偷袭将军庙车站的，不过是共军的流窜部队。赶快联络两翼友军，向我靠拢。共军已经切断了我与两翼友军的联系。命令304，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。那水坝呢？命令扎坝呀！喂，立刻扎坝！是，扎！你进来！这里的攻势还要加强。是。营长，炮声越来越近了，大概是我们的主力渡过大沙河了。这一仗打好了，我看比北边那一仗还要痛快。是的。
现在离佛晓还要两个钟头，敌人一定要反击的。营长，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，打阻击那是有把握的，不管敌人来多少，一定把他消灭在阵地前沿。我们已经插到敌人心脏里来了，要做最困难的打算，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，绝不放走一个敌人。放心吧，教导员，我们人在，阵地在。共军已经渡过了大沙河，运河一线交通已经被共军切断，两侧兵力空虚，无法增援。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孤立的境地，军座，还是赶快撤吧。向南京喊话，直接向老头子喊话，派飞机来接应我们，命令放毒气，突围，向将军庙方向突围。敌人跑了，卫生员，
快把队伍整理一下，准备配合主力歼灭全部敌人。是，走。没事，擦了点皮。你们真打得好，消灭了那么多敌人，真给咱老百姓立了大功了。要是没有群众的支援呐，光凭我们也不行啊。这里边你闺女的功劳也不小呢。看你说的。辛苦了，首长辛苦，首长辛苦。首长通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，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。游击队员们也应该记功啊。
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我们所以获得胜利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。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，大踏步后退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的前进。这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。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同志们，乡亲们，毛主席号召我们军民团结起来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。全国各条战线大反攻的时刻就要到来了，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。